学生，你回来了，干嘛？快走。哎，别推我，神经啊你。哎，这次考试听说是吕教官亲自监考。不会吧，消息十分可靠哦。梁晨，你把笔记借给我。不借，我都要给沈君山。啊？为啥啊？人家是生病没来上课，你呢是不明原因逃课，性质不一样，我不能纵容你。鉴于你最近有这么多事儿瞒着我，我得让你受点教训。那你也不用这样吧。你要想用的话可以问他借啊。你干什么？我可以坐这儿吗？你想坐就坐呗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我问梁晨借笔记，他不肯借给我，说给你留着呢。是吗？你最近不是没来上课吗？我也没来上课。有人让你不来上课了吗？你也受伤了。你伤怎么样了？基本痊愈了。那就好。谢老陈，你脚没事吧？梁晨，你把他给办了？嗯。他就这么走了？他怕我。你干嘛不吃？看着你吃我就饱了呀。哦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